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21点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你懂吗？23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24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25点停止是苦恼的原因。放下停止，你才能得到自在。26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这样子比较少后悔。27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28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29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30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通常都会有错误的。31点要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32点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33点不洗澡的人，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34点时间总会过去的，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35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你会很痛苦。36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37点说一句谎话，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何苦呢？38点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39点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40点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41点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42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43点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44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45点只要面对现实，你才能超越现实。46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你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47点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48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活着为了什么？49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50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51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52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杀伤力，不夸己能，不扬人恶，自然能化敌为友。53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不要欺骗你自己。54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所以请不要抱怨。55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56点，信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57点，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渡，切莫自己逃了。58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59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那就是一种福气了。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60点，你有你的生命观，我有我的生命观，我不干涉你，只要我能，我就感化你，如果不能，那我就认命。6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那你必须控制现在。62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不管它有多坏有多恶，你欲骂它，你的心就被污染了。你要想，它就是你的善知识。63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别人可以害我们、打我们、毁谤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64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就得先受苦受难。65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因此你用不着抛弃。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万物皆为我所用，但非我所属。66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66条经典禅语。侠客文章一点，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66条经典禅语。侠客文章一点，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四点，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五点，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六点，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七点，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着，因为分离是必然的。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九点，你执魔时候放下，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十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认识自己，降服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下留情。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别人就容易接受。十九点，同样的瓶子，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同样的心理，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二十一点，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你懂吗？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
25. 点停止是苦恼的原因。放下停止，你才能得到自在。26. 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这样子比较少后悔。27. 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28. 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29. 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30. 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通常都会有错误的。31. 点要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32. 点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33. 点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34. 点时间总会过去的，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35. 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你会很痛苦。36. 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37. 点说一句谎话，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何苦呢？38. 点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39. 点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40. 点沉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41. 点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42. 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43. 点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44. 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45. 点只要面对现实，你才能超越现实。46. 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你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47. 点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48. 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活着为了什么？49. 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50. 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51. 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52. 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杀伤力，不夸己能，不扬人恶，自然能化敌为友。53. 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不要欺骗你自己。54. 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所以请不要抱怨。55. 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56点姓氏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57点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渡，切莫自己逃了。58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死时，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59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那就是一种福气了。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60点，你有你的生命观，我有我的生命观，我不干涉你，只要我能，我就感化你，如果不能，那我就认命。6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那你必须控制现在。62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不管它有多坏有多恶，你欲骂它，你的心就被污染了。你要想，它就是你的善知识。63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别人可以害我们，打我们，毁谤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64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就得先受苦受难。65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因此你用不着抛弃。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万物皆为我所用，但非我所属。66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66条经典禅语，侠客文章一点，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四点，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五点，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六点，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七点，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着，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九点你识魔时候放下。识魔时候就没有烦恼。十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认识自己。降服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对这一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些。66条经典禅语。侠客文章一点，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四点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五点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六点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七点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着因为分离是必然的。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九点你识魔时候放下。识魔时候就没有烦恼。十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认识自己。降服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下留情。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别人就容易接受。十九点同样的瓶子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同样的心理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20点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21点活的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你懂吗？23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24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25点情执是苦恼的原因。放下情执，你才能得到自在。26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这样子比较少后悔。27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28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29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30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通常都会有错误的。31点要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32点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33点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34点时间总会过去的，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35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你会很痛苦。36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37点说一句谎话，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何苦呢？38点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39点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40点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41点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42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43点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44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45点只要面对现实，你才能超越现实。46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你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47点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48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活着为了什么？49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50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51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52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杀伤力，不夸己能，不扬人恶，自然能化敌为友。53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不要欺骗你自己。54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所以请不要抱怨。55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3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56点，心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57点，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